读中，所以 这次大概30件作品都是以水彩鲜艳的水彩去渲染出来的作品。那其中也有包含我在旅游中就是所看到的景色，还有我记忆中小时候的街景，还有就是一些人与人的互动的瞬间画出来的一些图，想跟观众分享这样子。都会带我去家里附近的庙口小摊贩吃着干面，就是当做宵夜这样。因为就是吃的时候很幸福，所以就是想把这个回忆当做画画，就是记录下来这样。也算是在教育界工作嘛，那就是看到小孩子纯真的模样，我觉得很吸引我，所以我想说画一些比较纯真的题材来跟观众分享这样子。